香港与祖国风雨同舟，国家对香港的这种重视是坚定不移的，也会感恩祖国给予我们的点点滴滴。我们有这个责任啊，共同来向香港的青年介绍啊，鼓励他们到大湾区发展。我们希望我们的香港青年能共同搭上祖国发展的高速列车。澳门的发展跟我们的祖国发展是很相关的，国家强，澳门的强。今天我要点着我们的祖国，希望我们祖国繁荣和稳定。